这个人像是嵩山派弟子狄秀，他在茶水中暗放了药粉，想对付什么人呢？哎，小五，最好的茶了。好，马上来，马上来啊！依林，到这儿来坐。是，师伯。怎么，不高兴跟师伯出门呐？不是的，师伯。你师父是个火爆的脾气。上一次你爹接你下山，那不是你的错，结果还是你自己回来的。你看，你师父还是重重的处罚你。这一次哦，你当面顶撞你的师父，说令狐冲的好话，要不是我带你出来啊，你师父迟早一掌劈了你。师父罚我，弟子不敢有怨言。可是令狐大哥行侠仗义，光明磊落，绝不是那种人。哎，客官，哎，茶来了，茶来了啊！请。小小的年纪这么固执。华山派岳掌门传书天下，说令狐冲勾结妖邪，难道这是冤枉他了？哎，茶水里不干不净，想毒死老子？林金叔，在下是嵩山派弟子，奉了总盟主之命前来迎接师伯。刚才弟子在暗中观察，这一顶大胡子的将军是妖邪所扮。师伯，你就安心喝茶，装作不知，这个让小来办就好了。师爷，他奶奶的，把洗脚水当茶水给本官喝，你太无礼了！来人呐，给我抓起来！哎，打我！他奶奶的，本将军在此，你太岁头上动土！这种魔教妖邪对客人下毒，还有什么好问的？衡山定静，请教这位恩人高姓大名。啊，老师太请了。本将军吴天德，官拜泉州参将之职。我一进这个鬼地方啊，就知道这个茶有毛病，人也鬼鬼祟祟的。啊，老师太，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黑店，不管有谁来接应，最好都不要相信。本将军现在要上任去了。师伯，弟子防护不周，差点被妖邪所骗。弟子因为师伯在前面开路，前面28步恭候大家。多谢你的圣意，不过我还应付得了。你从现在起不必跟他跟着我们了，大家走。是。师伯，
师傅。他们想干什么？难道对付衡山派不成？哼！金爷，要用点什么？快拿酒菜来！本将军吃饱喝足了要上任了。是，马上来。大家听好，段世刚、黄蜂寨的强人今晚要来洗劫28铺，逢人就杀，见财便抢，大家赶快逃命了。走。好小子，弟兄，你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碰上我算你倒霉。我现在冲进去救人，也会招了他的道。这位定境师太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，明明是陷阱，怎么拼命派人闯进来呢？哼，果然是嵩山派的人在搞鬼。带走。师姐去了两批，怎么都没有回来呢？糟了，都是我不好，咱们掉进了陷阱啊！走，快走！一七，师姐，姨婆，师姐，魔教妖人，你有种就出来，决一死战！你在这里装神弄鬼，哎，算什么英雄好汉呢？师姐，师姐，一七，师姐，姨婆，一七。一林，金军，你们在哪里呀？魔教妖人不敢现身，什么东方不败，我看着简直东方必败。我们弟子何在？你们竟然用这无耻的伎俩！弟子师太别慌，嵩山派的朋友在此。宗师哥解围，定金师太一人独斗魔教尊者，衡山派的万花剑法果然高招，佩服。宗师兄几位什么时候到28铺可见到我衡山派的弟子？魔教妖人使诈掳走了贵教的弟子，我想还不敢加害于他们，咱们先找个地方商议救人要紧，请。
现在救人要紧，其他的事情一切从长计议。定睛师太，在下说了这件事情是关系的午夜剑派的盛衰，非同小可。只要我们把这件事情商定了，这救人的事情是轻而易举的事啊。什么大事？刚才我也说过，只要五岳剑派合而为一，同心协力，别说是魔教抵不过了，连武当少林也不及咱们的身世啊。我只是衡山派一名闲人。钟师兄，你提这件大事，你要跟我掌门师妹定贤去说。定睛师太，您是衡山派的大弟子，只要您答应了，这定贤他不会不答应的。说来说去，贵派是趁人之危的要挟我，如果我不答应并派，今天晚上宋三派袖手旁观。哎，话可不是这么说呀。不过这五派合一救衡山失职的事，也就是本派中的事啊。哎，我们大家都愿意拼命，否则不必再说了。这件事情咱们衡山派已经跟嵩山派说得清清楚楚的，要并派绝无可忍。左公子说，这衡山三个老太婆武功人品都高，就是不识大体，我看今天晚上不动武是不行的。走。小道姑，小道姑，小道姑，哎，小道姑，你别怕，坏人全被我杀死了。是令狐大哥。原来是吴将军。糟了，我师伯呢？他跟嵩山派。嵩山派落井下石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？师太何必动武呢？有话好说嘛。他奶奶的，本将军好好睡觉，你们别吵吵闹闹。是你官点倒，没伤他性命，惊动了关老爷，真是失敬了。好小子，在我身上乱摸，你想偷钱呢？失心大发。江湖上盛传魔教教主任我行复出，阁下会吸星大法，难道阁下是任我行？什么任我行任你行啊，本将军吴天德。哎，你们是何方的小毛贼啊？我们哎，我们快走。哎，跑什么跑，本将军一来你们就吓跑了。这位将军两次搭救，想必知道必派弟子都被掳往何处。本将军睡得好好的，梦见一群小道姑被人骗到附近民房里，都被迷昏了，本将军吓一跳就醒了。这些小毛贼在大街上大呼小叫的，真是讨厌呢。吴将军能不能帮我救人？
本将军要回去睡觉了，师太你快点走吧。将军，师伯，这位将军有点像是令狐大哥。哼，也就这样，令狐冲，咱们死里逃生，还没有找到其他人的下落。我不准你念念不忘令狐冲那种叛徒。师伯，令狐大哥绝对不是。哼，不准再说。天底下到底还有一位夷陵师妹信得过我令狐冲啊。碰上了，哼，你奶奶的，还不赶快滚！本将军送你们到官府，每人打三十大板。好小子，冲在咱们任教主的面子，咱们上！师伯，师伯！哎，小道姑，别哭了，快找个地方给你师伯疗伤。我，师伯，师傅，你真是当年魔教的任我行。在下绝对不是。你不是。就放心了，我们衡山派是奉了左盟主的旗念，若盟教大举南下抢夺避嫌剑谱，掌门师妹怕华山派岳掌门在福建势力单薄，就叫我带他们先来支援，都是我不行，还没有到了地头，就叫魔教遭人暗算。老师太，围攻你的人绝对不是魔教中人，他们口口声声说是日月神教，怎么会说什么魔教人教出呢？怎么那么糊涂呢？在二十八铺松山派重镇这些人趁火打劫，难道蒙面人也是他们假扮的？松山派眼看贵教不肯合并，只怕是杀人灭口。捉人贼，这个狼子野心。少侠，你三次救我们，你到底是谁呀？我已放出信鸽，通知我掌门师妹了。我求你，将我这些弟子。走，无双功，拜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Thank you.
前面就是福州，离无双宫已经不远，我不送你们了。大恩不言谢，你请保重。大家保重。我想告诉你，自从我从华山回到白云庵，把我爹赶下衡山之后，就被师父罚在禅房里，每天为你诵念两遍《妙法莲华经》《观世音普门品》，祈求菩萨保佑你无灾无病，快乐逍遥。就像那几天我陪你在花谷里养伤的时候一样。谢谢你，叶麟师妹。是令狐冲，阁下是铜帛双旗周胡同，不认识你。在下只是一名无名小卒，要带你去见一个人。我没空。令狐冲，有人为了救你，自愿待在少林寺顶命，你却逍遥自在，无动于衷，无情无义，你到底算不算人？你在说什么？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谁是你师父？你我早就没有师徒的名分。弟子做错不少事，愿领师父重罚。只是，请师父别将徒儿逐出门墙。哼，魔教教主任我行的女儿，任姑娘，对你垂青。在五霸岗上召集那些妖邪给你治病，你还要我这师父干什么？师父是说任盈盈是魔教任教主的女儿。到现在你还给我装疯卖傻，我先劈了你，免得你为虎作伥勾结魔教再来害人。师娘，师妹，这小畜生出现在福州，一定是帮着魔教来偷辟邪剑谱，让我先杀了他。七哥，冲儿，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永远没再回来。你快走啊你！小姐高烧未退，昏迷两天两夜，老衲真是急死了。你不必假惺惺，我病死了，你心里才高兴。哼，我偏偏不死。小姐性情倔强，在山洞一度数日，可是你力气丝毫未减，看来老衲要想另外一个法子，每天为小姐诵经说法，务必说得顽石点头，让小姐回头是岸。哼，你是诈骗，不忠不信不义，
早就该下十八层地狱了，现在还来跟我说什么教？我们休息一下，你不要在这儿唠唠叨叨的。阿弥陀佛，老衲这就走，明天再来。小姐多多休养。童伯双请吴伯英叩见圣姑。你来了，周姑童呢？我两人分坐两路，由我带人来接圣姑出少林寺，周姑童则去把那无情无义的令狐冲抓来。你说什么？属下实在气不过，言语之间冒犯了令狐公子，请圣姑恕罪。你生什么气？令狐冲他还好好的活着吗？令狐公子是还好好的活着，可是他对圣姑被囚少林寺这件事情不闻不问，毫不关心。大胆胡说八道！圣姑请息怒。臭和尚已经发现我们了，属下先陪圣姑打出去再说。任小姐，你已经出不去了，何必多造杀孽？哼，一天不放我下山，少林寺就一天不得安宁。老衲自从留任小姐在山中学法修行，先后已经有100余位江湖好汉闯寺被囚，任小姐应该明白老衲的苦心。江湖朋友单枪匹马上山来，难免被擒。臭和尚，你要再不放人，咱们就要联合起来，大举打进少林寺。阿弥陀佛，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为了武林的平静，老衲绝不怕事。咱们走。阿弥陀佛。小林子，你又想甩开我，自己去向一向老家，对不对？师姐，我实在不甘心，我前前后后找了十几遍，什么东西也没有。你看，我们把那个房子给拆了，好不好？那是你家的房子，爱拆不拆，你问我干嘛？好啊，小林子，你敢占我便宜，欺负我，对不对？哎，是。没有什么辟邪阵，可是我爹的遗言明明说不准后世子孙翻看，那我们家能翻看的就是这些佛经了。看来就是一些法华经、金刚经什么的，没什么特别嘛。如果你们家的辟邪阵真的是大师哥偷，真的是他借走的话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要回来。可是问题是他人在哪里，我都不知道。小师妹到底还叫我大师哥，她总是没忘了我。小林子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别再找什么剑谱了。我去求爹教你紫霞神功，一样可以替你爹娘报仇的。不许你去求师父。为什么呢？我不要他们在背后说我，是为了紫霞神功才对你好。你何必在乎他们说什么？只要我知道就好了。手指头指上北和上。
上去看看。呵呵，你那个辟邪剑啊，写在袈裟上。我们兄弟今晚可立了大功了。到了林家辟邪剑谱还想逃吗？给我袈裟，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。我头已经是投降之了。还算是条汉子。我去把辟邪剑法还给林师弟，洗刷我的污名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找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。你说什么？辟邪剑谱？写在一个袈裟上，在大师哥怀里的，可是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他怀里好像是有什么东西。我刚才在的时候还看见。怎么才离开一会儿就不见了呢？除了你，还有谁来过？你怎么知道那就是剑谱？我。冲儿，你醒过来。
师娘，小师妹她在向阳巷林家老宅。我知道，林山她没事。一大早我去找林山，看到你倒在佛堂门口，手上带的伤。哦，林师弟的辟邪剑谱给两个魔教中人夺去了，我杀那两个人夺回袈裟。哎，袈裟怎么不见了？袈裟怎么会是剑谱？哦，袈裟上写满了字，那两个魔教中人称得上是经验老道。你太胡言，到现在你还骗人。弟子绝不敢骗师父。令狐冲，明明是你私吞了辟邪剑谱，还把责任推到了魔教高手身上，你真以为死无对证了？弟子不明白师父的意思。令狐冲，人家都已经找上门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昨天晚上你杀了那两个嵩山派的武林前辈，一个叫做白头翁捕尘，另外一个叫秃鹰杀天枪的。师哥，冲儿说他们抢夺辟邪剑谱。他们使单刀，不是嵩山派的剑法。你对午夜剑派的武功又了解多少？那两个是嵩山派的旁支，你杀了他们，还把自己的血迹带到向阳巷林家老宅的门口。现在嵩山派的九七剑钟镇跟神鞭邓霸已经找上门来了，就在大厅等着我要人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现在就去前厅会会嵩山派的高人。哎，你们两个哪个是烂铁剑钟镇，哪个是小鬼邓八婆？尊驾是谁？你们不认得我，我认得你们。嵩山派的左冷禅阴谋并吞其他四派，派你们这两个不成才的东西来福建，一想夺辟邪剑谱，二想害我们华山衡山两派的高人，最可笑的是还假扮魔教妖邪。你岳掌门，这个疯狗跟你有什么渊源？你放心，我是大庙不收小庙不受的孤魂野鬼，我不会跟你们嵩山派抢生意的。尊驾既不是华山派的人，可否借一步讲话？岳先生，魔教任我行复出，要跟华山派为难，还有嵩山派的野子狼心，你不可不防啊。黑龙偷袭好漂亮啊。哎，我们可以随便闯进来。大师哥，看来我手无寸铁，是打不过你们的。令狐大哥，接剑！星星大法，你就是那个二十八破的将军？你果然是任我行的弟子，会星星。大法，走！令狐冲，你真的学会了忍我行的吸星大法？你们大伙儿给我听着，令狐冲学此魔法，是我众将中的功底。从今天起，我华山弟子看见他，举剑就杀。从今天起，我华山弟子看见他，举剑就杀。岳师伯，大
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我和山派受了魔教妖人跟嵩山派的两面夹攻，要不是令狐大侠援手，恐怕早已经全军覆没了。这一次贵派南下，不知道是哪位师太的罪。我师父定境师太已经殉难，掌门师叔又有飞鸽传书告急，说是被困在龙泉的铸剑谷。我们的武功低微，所以今天冒昧前来，想请岳师伯设法救援。哦，那传书可真是定境师太亲笔写的吗？确是亲笔，请岳师伯过目。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魔教中的妖邪假造的，故意诱你们自投罗网？师姐，咱们师尊有难，咱们大伙拼了性命赶去救援就是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岳师伯是明哲保身，他是不会去的。你和大胆毛贼害人，本将军不能袖手旁观，大伙一同去杀人。你受了重伤怎么赶路呢？大家骑马去，现在就走。岳师伯，晚辈等告辞。这种人全无义气，浪得虚名，还跟他客气什么？放肆！你们说话要小心点。我师父做事一向谨慎，因为看你们跟令狐冲同流合污，所以才要考虑考虑。笑话，这位令狐大侠是见义勇为，真正的大丈夫，哪像你们这种人自居豪杰，其实是见死不救的伪君子。放肆！嘿嘿！拦住他！劳德诺，你害死了六红，盗走了紫霞秘籍。把敌人给我清出去！是，去。你身上有伤？我在衡山受的伤比现在重多了，不是也给你们衡山派天香断续胶治好了吗？我们先去救人，劳德诺这个恶贼迟早会落在我手上。邪剑谱果然在岳不群这个老狐狸手里。哼，这个伪君子比起青城派的余沧海豪夺硬抢，果然是高明多了。你要我怎么样？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把我们林家的辟邪剑谱夺走，大师哥出现把剑谱夺回来，一会儿剑谱又不见，明明是我们林家的东西，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你争我夺。你想辟邪剑谱会是谁拿走的呢？如果真的是大师哥拿走的，他就不应该会回到向阳巷的。我也没有说一定是他，不过大师兄疗伤的那间屋子没有几个人可以进去。小林子，你该不会是怀疑我爹娘吧？我怎么敢呢？我如果再多嘴多舌的话，恐怕我连命都保不住。小林子，丢了辟邪剑谱我跟你一样难过，可是你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每一个人都怪上啊。
师姐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先回去吧。我还能怪谁啊？我除了怪自己没用，我还能怪谁啊？邪剑谱，怕你追究，所以才杀人灭口。他连八十哥都不放过。启禀师傅，二十哥劳动肉让人给杀死了。师长，弟子不敢移动尸体，特别先回来禀报师傅。二十哥死得很惨，整个脸让剑给剁烂了。现在什么地方？带牢。是。爹，小林子他还没死，你要救他。去找你娘，小林子死不了。爹，大师哥他太残忍了。小林子，你不会死的。我去叫娘给你治伤，再去找令狐冲算账。